臣替甄夫人诉冤，此事诸多疑点，望陛下明察，切莫意气用事。朕的家事你也要管？天子无私事，何况此事牵涉皇长子殿下？陛下，千万慎重。晚了，来不及了。朕已经派人往冷宫送去了鸩酒，朕这是不想让瑞儿看见。陛下。 你这是要将皇长子置于何地呀？陛下曾对先帝言道，兄弟相争，则国威仪。陛下难道要重蹈袁绍、刘表之覆辙吗？大胆！臣不得不大胆。陛下只需仔细想想，郭贵嫔小产究竟对何人有意？甄夫人生的乃是嫡长子，她何必涉险陷害郭照？那不是授人以柄，害了自己，也害了儿子吗？此计甚毒，一箭双雕，既杀了甄夫人。 又害了郭照，陛下若赐甄夫人死，那会更碎了他人之愿呐！陛下真的要置我于死地吗，夫人？ 老奴也是逼于无奈，请夫人饮酒。请阿翁替我转告陛下，我死之后一定要善待瑞儿和冬香。 君生别离，念君去我时，独愁长苦悲。夫人，夫人，老奴有一句话一定要说，这杯酒。太医，传。 陛下，传太医呀！陛下，朕让你传太医。等等，传太医呀！等等，陛下，老奴罪该万死。刚才这杯酒里并没有毒，陛下是郭贵嫔命老奴换了药，她说赐下陛下解释，老奴以为一定要以皇上子为重，想找郭贵嫔，中毒一生，陛下。换酒。 还能好，还能好。陛下，若是能解开你的心结，即是鸩酒，皆合了。为什么要拦下那杯酒？
睡得可好啊？陛下，以臣之愚见，甄夫人一定是有人陷害。行了，别说了。一切又如你所愿。放心吧，郭贵嫔现在已经好多了。朕的身边就剩这么几个人了，朕会对他们好的。方才只不过是急痛攻心。 牵扯到了甄府，便不能冷静了。朕知道是谁所为。陛下圣明，心思缜密，略加调整，廓清碧玉。陛下，要经常连念皇长子啊。古中于公，声闻于外，看似宫闱之内的纷争，这根子是在前朝吧？ 已经有人开始打太子的主意了，你还要走吗？陛下，臣的父亲在生前未曾想过片刻安宁，臣不孝。安宁，你我的父辈没有。 你我更没有。我们现在做的，不就是为了下一代的安宁吗？这场不为后人所知的战争，你是打算让朕孤军奋战呢，还是和朕一起上阵杀敌？ 想想吧，姑娘来了。